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，小心。 Set round number two. Again, Bruce has surpassed all odds and expectations. Last year, fight!他刚才戳我气管，你看见没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他刚才戳我气管，你没看见？他戳你气管了？嗯。那他这是使阴招啊！我投诉他。哎，用不着，用不着。很快我就会跟他再见面的啊！来来，拿冰。
你刚才差一点就赢了。哎，我这儿疼，对，疼的厉害吗？嗯，那你起来，我去给你换个冰的。嗯，你别动啊，你在这儿待着，我躺你腿上，你挺好。你一动，我浑身就疼，头也疼，这儿还是这儿。